王老师每日直播剪辑，我们自己分析判断。为什么说我说不印敞口，一定要记着，达到老杠冰油都可以玩啊。所以说这番种，一定是商家的由头，给你放个噱头。像磨一擦敞口，它本身都脱砂了，冰杠的味道就在那摆着，它翻什么种啊？啊，一定说不管哪个敞口，说这块原石到你手里之后，啊，它的价值体现在哪儿？这就在种或者颜色，这是根本。所以说不要听他们说，我这么教你们就不让你们上灯看了。这个灯光永远是找柳叶棉絮，所以说千万记得，灯下不关色，绝对有道理。如果你要灯下关色，家里有矿都玩没了，最后剩的只有窗户框和门框。